躺在王菲李亚鹏枪下的明星之潘粤明，让人躺枪固然尴尬，但可比不上踩人痛脚来的残忍。作为离婚进行中的潘粤明居然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，我说前方小记呀，你们是不懂人间不拆怎么写吗？关注王菲和李亚鹏这件事情。我了解两位。就是作为过来人的话，您有什么想对李亚鹏或者王菲说的吗？现在连我们那个下一个啊，谢谢谢谢，下一个。但作为普通观众的话，你是好，我们今天的问题呢，要与我们这个《帝国病夫》这部影片相关的哈。估计这会儿潘粤明的内心 OS 是：我离婚你们问我，别人离婚你们还问我，好吧，我为离婚代言。